彭于晏使出黄飞鸿架势挥舞着破风大旗，导演林超贤带着台韩两大男神彭于晏、崔始源还有气质美少女欧阳娜娜来台宣传。而彭于晏表示，破风是他拍过最辛苦的戏，但导演在邀约他时说好的剧本可不是这样的。他说他想拍爱情故事，我觉得导演想拍爱情故事应该是蛮难得的。 结果发现原来是自行车专业选手的爱情故事。对，始源几乎全程使用中文回答，相当有诚意。但当他回忆起在沙漠拍戏，上厕所非常不方便，主持人黄子佼在追问下去，害他不小心口误，惹得全场发笑。如果我想去你洗手间的话，那个一定要开车，不能去。 上了厕所还要开车很久，你们厕所不都是在旁边尿尿吗？电影里不都这样演吗？那个是可以，但是那个很大的东西是不可以。哦，大便就不行。<笑>哦，懂懂哦，原来你是说想大号啊？对嘛，我想说小号。Sorry, my Chinese bad, OK? 破风拍摄过程辛苦，演员个个搏命演出，但彭于晏至少还有爱情戏和吻戏，让一路只能拼命骑车的始源表示。 啊，很羡慕啊！<笑>我觉得他的 kissing scene 是那个最好看的啊！你怎么没有要求导演要给他们来一点爱情？因为我是张智远，所以<笑>每天训练，所以 maybe 下次。Yes,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